我有问题，什么是健将啊？这为什么一直在刷健将啊？什么我意思？有所耳闻，说实话，我那天刷到过，我不太敢去那个，而且我上次在那个，健将，你不知道健将吗？我不知道健将，我也不知道，你们都不知道吗？不知道，体育健将，那你放一下，你放一下，你现在这是一首歌吗？对，你先用猫姐的手机看，猫姐，手机借我，我打是开知道了这件事情音源，或者任何一个听，是首歌吗？对，你查一下，是法老的歌，法老跟小精灵，他们两公婆的歌。两公婆。两公婆，什么故事？啊，我说说给吗？我听听。是胖男点的粉。哇塞！这么的好看。等一下，太狠了，太狠了，那太狠个是小精灵吗？了！嗯，应该是的，如无意外，应该是小精灵。我那天跟法老一起演出，他在我前面演，我跟他不认识，我跟他应该之前见过面，但我们没有什么。然后他在我们之前演出，然后到的时候，我就听他那个鼓铃咣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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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要听一下他这个副歌，他怎么很难评？音乐还可以这样？这是什么音乐？法老音乐？不知道，接机看了。广播体操说唱，广播体操说唱。突然觉得我血压一下飙升到380那么高，这是干什么？他好亢奋哦！这是一个新的风格了，这是一个，应该是吧？我也不知道，我知道这是一个新的风格，但我很尊重，对，尊重风格，尊重风格，尊重肯定是尊重的，因为他其实现场真的很嗨，他这个歌现场贼燥，现场非常燥。我可以听得出来，